Hello， 新年好，新年到，兔年大吉祥。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, 大家好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1月22号早上9点。当然了 ，Ricky 还在睡觉，他一定会睡懒觉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起来，去吃个早饭，然后休息一下。我想去健身房看一看。嗯，可以。对，应该吃是这样子啊，吃完早饭应该会先电话拜一圈年，然后我们再正好休息一下，就去 hit the gym， let's go， 来给大家看看都有些什么吃的。这边是煮面的，我已经点了一碗啊，其实这些都可以。我先走一遍，然后再拿。人非常的多，现在9点半。That's pretty much like it. Okay, now I'm gonna go and grab something.好，我今天早上暂时应该就只能吃那么多了。咖啡、水果、一片面包、一碗小粥，然后一碗肥肠面。Okay, that's it. For this morning, let's go. 这边呢是跟我亲爱的奶奶视频通话来拜年，然后手机。录屏的，所以就没有录到声音啦，但还是可以看看我非常非常可爱的 grandma。 Hey, hi Ray. Hello. 你在哪呀？这是在春熙路上的新西巷最美小吃街，你看那里啊。大年初一给大家拜个年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到，兔年大吉祥。走。OK， 我们到了春熙路了，这里是新西巷。好，掏出我的香蕉开始。哇，乌泱乌泱的人都出来了，我们要去找个人，不对，不是找个人，找个地方吃个午饭，然后准备去看《流浪地球》。OK, let's go, 李月琪，要不要搜一下吃什么？这有
一个饭店，一个饭店。我们俩到那上海门口吃饭，你们来了以后往那走啊，走。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因境内选购今年四川，安踏预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亲爱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安踏春熙路专卖店，全场新品低至3样8.8折，部分商品低至3样6折，欢迎境内选购今年四川，安踏预祝您购物愉快，怎么样，谢谢。辣不辣？亲爱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。这个没关系。好，接下来试试这个，一年售出1亿只。要吃豌豆粉吧，三根5块钱1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很软，我也有啥物事有点辣。哎呦喂，但是真的很糯，所以叫啪鸡爪，好吃。前面再去买一份，不用吃多就腻了。等着我们的粉跟面。你又买了粉跟面，买两份啊。不对，粉跟米线。好，那可以。OK。OK， 这个是李小琪的牛肉米线，来拌它。一半，然后热气腾腾的，这个粉我感觉应该挺好吃的，很入味儿。啥呀，就疯狂点头。然后我的肥肠粉也到了，非常讽刺的是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两片肥肠，这个有点坑了吧，虽然卖相挺好看的，但你就给我两片肥肠啊。刚刚看完了电影，啥电影？《流浪地球》第二部，算是震撼视觉的一部中国的科幻片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前面的这家火锅排队，看能不能吃得上了。哦，走。走。他们啊，走。不是这里。6点取号还是太晚了。
现一些伴侣的。这家看到好多个了，应该好像不错吧，但这家很有排场。兔吉，兔吉，哦，没啦，宝格丽。哇，这个路边的，那你去啊，来。路边的老火锅，这才有味道。看，外面没有灯，大家都要坐在外面吃。我们去问一问还有没有位。好，来一家很厉害的，这个涛灵啊，不入涛灵胭脂川味，外面等了这么大多了。这么大，它里面位置很大。这家是涛岭啊，我们看看都有啥菜。还没有糖油果子。那没办法，那你要不要来条鱼？玉米粑粑你要不要吃？啊？玉米。玉米家里不是有玉米吗？是不是？家里不是有玉米吗？是他推荐的呀。谁推荐的？花生很好吃，懂不懂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下了啥啊，一个餐林江仔美蛙，这个是店内招牌，然后玉米粑粑就替代米饭做，然后这个原创黑豆腐一个，一份汤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点了一个米饭给自己。那就是瑞奇宝吃这个玉米粑粑了，然后还有一个涛灵五味鸡，所以应该是有三个特色菜的，总共是很便宜，191块 ，very good， 期待一下下。好，我们的第一道菜，这个叫涛灵口水鸡，五味鸡。来，李瑞奇展示一下。展示一下？怎么展示一下？菜展示一下。你自己把手加起来。哦，加起来。哦，漂亮，吃一口，怎么样？啊？口水鸡的风味更多。有哪五味啊？来说一下。酸、咸、甜、辣。还有一个。香。对吧？然后这个是玉米啪啪，我们的竹荪海带汤上来了，旅客来整一碗。多来点竹荪呀。给自己盛一碗啊。哦，我们的主菜终于来了，这是涛灵蛙，江仔蛙，招牌菜，鲜椒江仔美蛙。Oh, guys, check out this 沸腾黑豆腐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？我不重，不重。你还？十分钟，再充十分钟，我还要交差。Look at that!
Very good.再吃一口。嗯，没反应。哦，可算是吃完了，我的妈！这最后这个蛙好爽，好辣。不、哦，啊，很难说今天。这几道菜怎么分个上下左右都不错，各有各的厉害。你现在脸红了。来，让李月琪拍一下我。Very good， 推荐大家这个，就是我不小心点的这个海带，非常棒。所以 anyway 推荐豆腐，还有。其实蛙也不错，但蛙已经这个蛙算是打开我这次吃辣的味蕾，好吧 ？OK。你跟我们吃饭没啊？谢谢，谢谢涛林。走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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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拿什么场有意思？看下面和对面，你在看上面。上看。你看一看一下吧，十二月四九五。十二月坊啊。十二月坊。我们自拍一张吧。但是这样你啊，哎，初一的晚上吃完了特色川菜的我们，现在在锦江之边，锦江之滨，什么鬼，散个步，然后准备回家干羞羞的事情。什么鬼，什么鬼，哇，看这个花房。花房姑娘，哇塞，哇塞，这里不错，意境不错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好，生日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嗯，冻得我鼻涕都出来了。啊，好多花房啊！禁鱼，哦，这里还可以钓鱼哎。啊？再说一遍。不说。你个绝钩子。啥？你个绝钩子。